自己好中意攝影啦，都係一個比較關心社會嘅人。高美慶教授嗰個funding咧，其實係上年咁我申請咗一個係叫做展覽嘅funding。咁就係我同我老師啦，城大老師石明輝，咁就一齊喺城市大學搞一個展覽咁樣。攝影有一個能力嘅，佢一個幾 collective 嘅 media 嚟嘅。我影到嘅嘢你都會影到，或者我見到嘅你都會見到。因為我本身個個 background 係 media 底嘅，咁會係用多少少就係一個叫做media archaeology 啦，即係媒體考古學嘅方法去諗翻攝影嘅本質係點樣啦，再套用一啲我比較關注嘅社會議題去處理我嘅創作，借著攝影去令我去睇翻多啲我冇睇過嘅歷史咯。我覺得就話香港人啦，又或者其實未必香港人，我諗全世界人都係嘅。就是要知道自己是什麼人的時候，知道自己的身份的時候，你要知道整段歷史的關係是怎樣，你才能找到落腳點。